好的，各位，欢迎回到 Skull and Bones 怒海战记，我是小 J。这款游戏在2月13号正式上市了，今天我们就要来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游戏的游玩内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怒海战记是一款背景设定在印度洋的航海海盗类型游戏，它是当初从刺客信条黑旗延伸出来的一款独立游戏，开发了非常多年，终于在今年2024年的2月13号上市了。所以今天呢，我要来和我的几个队友一起开船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副本，我们基本上是越级打怪，而我们是否有挑战成功，大家可以继续看影片就会知道了。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要先感谢 Ubisoft 赞助这一部影片，他们希望透过我来告诉大家，你现在只要订阅 Ubisoft 加 Premium 就可以首发同步畅玩高级版本的 Skull and Bones，而且呢，你的进度会继承公测的版本，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试过 Skull and Bones， 而且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可以考虑透过 Ubisoft Premium 来直接游玩游戏的高级版本。那在今天的影片最后，我也会提供给大家一点我个人对于这款游戏的想法，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那我是小 J， 我就不再多废话了，我们赶快开始吧。所以为了更好的打这个副本，我准备造一艘全新的帕德瓦康帆船。但是呢，造这艘船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所以我要先和我的队友先出去抢劫掠夺一番。那钢铸块是不是还要拿去精炼才有的？哎、欸，有，它这游戏是有经验场的，可是你也可以直接打到，就是已经很撇了，就是要去抢别人，可以直接去抢锻造厂。但没声音，可以。可是我觉得看你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吧。航线之类的，抢航线会比较快，因为会顺便抢到其他的。开抢，开抢！叮叮叮叮，好，不要在最前面，好飞了。所以给大家一点背景介绍，这就是一个小型的据点，它有我需要的资源，所以当我们对这个据点开火之后，就会进入掠夺模式。这时候大家在看到画面的最上方会有一个进度条，每达到一个里程碑就会出现一波战利品，我们可以掠夺。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就会不停的有船舰来阻止我们掠夺这个地方，所以它算是一个小型的副本。是我在帮你们吸火力，是不是？感觉是哦。他都没揍你们。但是不对，因为有人在卡我。让我扣一堆血，耶、yeah, ！他打你了，他不打我。要不要脸？这边的都是捡到的都是火箭。叮！看他给的都是什么染蜡花布，都不给我重胶。哦，有了，有重胶。在那里，快到了，快到了！哦，他怎么在绕圈圈啊？我才刚走过来。看一下这艘船上有榴莲可以采，它只有银子。这种的船都只有银子，就是他那个掠夺的那个，他出船的船。应该是怕有人用这个在刷物资。噔噔噔！给我重胶哦，有了重胶够了。好，好像不需要抢这里了。快结束了，快结束了，这都三扫了。我要找看看剩下的东西在哪里。还缺硝石跟凝麻，凝麻在旁边，硝石不知道去哪里。
不要死了，让我看一下。哇，原来他会被我推走。你撞飞了。卢可可，有了，耶，有了。好，你说消，你马在哪里？你马在旁边。旁边是哪里？旁边的航路，就标那里。是消石，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告诉我看一下，我再帮你看。明马已经知道哪里了啦，现在是那个啊、哦，不要啊，歪坏事，歪斗，专心看消失了。嗯，前面这艘船身上也没有啊。哦，弹箱。哦，这个编织坊啊，要抢这个编织坊。抢、啊。看，又跟谁跑？快到了！你刚刚就说快到了。这次是真的快到了。好，凝麻够了，现在就差消食了。我下好找下。差一个消食哎。你要我给你吗？给吧，既然只差一个，那我就直接回开回去了。走吧。我在，我在那个，那绝对木材厂。哦，可以这样给啊。可以、啊。他人有点那个。火箭。Go！ 我看那边钓着一只鲨鱼、欸，好凶残，变得不一样了。新的我即将出现，真的。Apa kabar? It's a noisy red ducks. 投石船输出擅长造成伤害与状态效果。爆炸命中有 7% 的几率引发进一步爆炸。Where？这是什么投石船那个爆炸上，就是有附带爆炸磁条的。那这边造船全部都是女人，太屌了。结束了。买好了，去抢铁了。有迫击炮啦，有海火，海火是喷火器是不是？对，就是装在前车头的喷火器。该做了。车前。能不能装在侧旋？我不知道，应该。干，他又需要消食，你还有消食吗？有，我还一个。一个又不可能够。不知道，我不止一个啊，我应该很多个。那他这里什么都要消食呢？干就别送了呢。我看一下，我应该很多。什么事情？仓库。这艘船上有消食。再见了。哦，他七等哎、欸，我六等，应该可以吧？可以啊。不要三打六就好。我跟你无冤无仇。
然而，谁叫你有消食？跟拼了！等下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所以我要试着蹬他。其实，对，要蹬他，蹬你，蹬烂。有了有了，多一个消食了，赢烂了。Teach a lesson to those bastards！ 这一招嘞，这一招没有，那就放过你。OK， 我们的目标是拉巴斯蒂德13级，在哪里？肯定可以。准备好要嗨起来了吗？准备。那就准备嗨咯，小猪买完了没有？好，买完了。嗨起来 ！Fire！Fire！ 哦，好痛，好怕。迫击炮撞撞好慢。你在打他，他我在干嘛？迫击炮的填装进度条看不太到。这个。哦，干痛了。超级痛啊！要死我。又爆了，又爆了，又爆了！哦 ，sorry。啊，至少那个塔没了。哦哦，看，第一位牺牲者，不对，第二位。等他去撞。喂，快跑！为什么快跑？我要来烧他。看我这个海火还有点弱，要靠很近才能打。我一点都不爆，我有自己天装。Noise。那座塔还没干掉。可以啊，可以不抢。试试看，如果我靠很近，可以烧到，好像烧不太到，我这距离太近了。原来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算开始掠夺、欸。哦，那个远程火炮一发打5000，太嚣张了。屁股打他，这打得比 Toss Ball 还痛。我、哦、好水。Nice。好像还有一座塔吗？风在打哪一座？我用屁股对他。对啊，我这是破炮啊，为什么？喂，这个是破炮啊，然后如果是其他的位置，就是 post 炮。破炮是装在船中间。哦，那我是投石炮。对，你是投石炮。所以怎么，你没弹药吗？对啊。刚刚买过。我身上好像没带。没关系啊，好棒。等一下看被我们打爆的船有没有？哎、欸、，Inferno 24057又跑来了。那我准备一件事，我不能帮自己回血。哇，他这边掉的东西都是没见过的呢，感觉超高级的。来了来了，左边。哦，来了。快撤了！先用屁股对他。啊！
你们加油，你们站在前面顶，我在后面，因为周围有飞行的人，我不能帮自己飞行。你不能往天空打破炮，然后自己去接？对，不行，我试过了，接到了也不太不会回血。常忘记用破炮。哇，那几接的，我打他只有200多滴耶。我要去烧他。放心烧。我打他不到100滴耶，我操！看我这个台火真的靠好近。修！结果，哦，好爆啊！这一个，修修修修，投掷火焰炸弹。哇，可以对他丢火哎、欸！哦，那一台可以。散啦！哎、欸，那边还有一座塔、欸。我不知道，也是，我觉得要打掉。没有，那个是范围的 bug 吧？只是我怕他会偷走、喔。好像是没有。没有，那边没有。他要是偷走的，在边啊。哦、右边，右边，右边船喽，很大烧哦。没接到，没接到，有没有接到？哇靠！哇！先用屁股堆他。借过 Inferno。我炮打他只有18滴啊。我打他有些时候也不到100。那个破炮的符号是你的吗？白狼，你就看是不是黄色的。哦，黄色就是你的，是不是？黄色是回血的。我、哦、干，好痛！烧烂！我的血有点嗨呀！往右边。No！没了，没了，一堆血人飘在海上，一堆又一个牺牲者出现。好痛啊！船啊，这很痛啊！这游击船也太硬了吧！烧烧烧烧烧烧！这小队的烧的真的是。已经很看不见了，越烧越看不见。我打完没弹药了。啊！缺什么？缺炮的。我的动呢？跟我交易，跟我交易。我现在没空，你要自己发。打到边打边交易。Nice。我知道那个弹药叫什么，爆弹。我不知道现在是掠夺到多少了。我们好像没有在掠夺。要看有掠夺的。没有，我们现在还在打敌人呢，要把敌人打掉才开始。
要跑，回来给我烧。还是跑很烦欸，谁打一下他的那个？谁打一下他的烦好不好？哦，他不能动了。哎，还可以丢装。有啊，你看到吗？地上，搜刮，后面有啊有啊。我操！太重操作了，各种神操作。我都太屌了，这很正常好吗？看这艘船好硬哦。到你要小三级耶！这艘船真的好扯的硬。快要可以登船他了。哦，我快要可以丢他火焰。哦，有人丢了。我丢了，我丢了。烧！哦，哎，你们不要被他硬吻嘞！我们全部挤在一起。这画面。那你们全部聚在一起，我也可以，我可以用破炮硬装你们回去。那你们不要被连续，不要被秒杀掉。说到破炮，都忘记有破炮。破二种，他完全动不了，他直接被我们被你和另外那个人夹着，他爆了终于。我操！我们现在才打两个哦。有啊，他很快啊，他其实跑很快。我现在没有在掠夺我是要重新去启动吗？还是怎样？我在想是不是有人数上限？哦，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可以开始互动掠夺。那掠夺，那可是你一开没有靠不够近，就是没有靠到那个。那我想说刚刚我有启动一次啊，他我死了之后他又重置。对对对，嗯，他是每一个都会在就是对，他就是上面每一个，他每一波都会那个。放好。啊，我还没把我东西捡回来，我补血的东西不知道掉哪了。还没捡，还好你没死。我不知道掉在哪，他没有显示。那完蛋。那我是不是要丢装了？我没有食物那些，是还好啊，医疗包还在身上。哦，也是啊。很硬欸，他是超硬的呢。玩家现在最高也到十一等而已，然后他是14等。然后 Ubisoft 是法国啊，法国的公司是肯定要屌一点。接一下你的回血，上线一定要回港口。对。他停下来干嘛？我不好意思。啊！他预判了我的预判。哦，我好像捡回我的东西了，太感人了。啊！救命！他刚刚被大神撞一下就死了，那个，他船那么小是吗？对，他船是真的太小了，他船被撞下去。哇！看我，他们怎么到14级了啦？过分了吧？14级是杀小。啊！我死了。我们是不是需要轮流回港去维修？对，我可能要。可能可以，我觉得可以剩一艘，就打到剩一艘的时候，然后。对啊，对啊，对啊，他要轮流回去。我已经死了，回去。
刚买炮弹，干买炮弹。我会买，我买。还好有人会去买补给。打他完全没有伤害，对啊，他好像还会回血，回的比我杀他打他还要快。等一下，我在找炮弹。他们好像对面 AI 也有那个会打补血破炮的船，那那一只要先杀掉。对啊，我看哦，我看那一只，对他一直在打给这艘小船。小舰不能死，小舰死就死。我们要有人站，我们要先打大的那一艘。好不好？哇，风也死了，只剩我。被秒杀。我先。回去补一下。没有，我先重生，这样不行。至少要两个人在上面。还好，我其实可以躲在后面。我觉得小猪你要回去修一下，你剩半血。我是再打一轮死掉在那个。我们要先都集中打那艘大的，打这一艘。那个猎鹰号，猎鹰号的，我看小猪直接一轮，哇，小猪你赶快跑 ，Run away。好，我先回家。那我的破炮打中他也才776而已。你躲哪里啊？我在船岛后面。哦，干我哦，干哎、欸，连那个小骚的两发我就爆了，重置吧？还没，我在里面。哦，快撑住，撑住！我要去哪了？就这一骚啊，揍烂他！一天到晚打我，不知道打几个意思了，烧烂你！烧他！烧烂他！再烧他！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我们只能靠元素伤害去凑伤害了。火烧进水。哎、欸，跑啊！撞烂！哎、欸、呦！哇！你是小猪了吗？这只真的有够硬嘞！不得哦！哇，他又起火，他又起火！他一直揍我，他都不揍别人。揍他！装，我都忘记我破炮，好可怕的！至少你死前丢出鱼雷，我们两个防御啊，鱼雷丢到他身上完全没感觉，我丢他身上才快100多而已，100多，哇，我们
的掠夺好像停止了。没有去触，没有一触发着。因为刚刚大家好像一瞬间都死掉，哎、欸，小猪是还在了，干好痛！没有小猪回来的时候有触发到我，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圈没了。对啊，现在圈没了。哇，圈没了。重新触发一下吧。复古状态是那个吗？地点回复状态真的是没了。哇，那就是。所以这样现在要重投是不是？对啊。哭啊！就是这一招啊，就这一招在搞啊。就是要显俊浩啊！看揍烂他。我前出炮。好容易死。那他终于死了。所以到这边我们的越级打副本计划就失败了，但是其实这并不意外啦，我们所攻击的这一座首都毕竟是游戏里面的一个主要大势力皇家公司的首都，所以他的防御能力还有过来支援的舰船的等级真的都比我们高非常非常多，只是想展示给大家看说这个游戏有一些非常困难的副本其实确实需要许多朋友一起组成舰队来挑战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游戏里面比较好玩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在影片的最后我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玩了从封测到现在几个小时的体验，还有看了一些网上的内容的想法。那就是呢，这款游戏卖70美，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是太贵的，不过好在是大家可以透过 Ubisoft Premium 的订阅来直接游玩。那这款游戏呢，就像我封测的时候说的一样，大家不要以盗贼之海之类的游戏的角度来看它，它毕竟是一款 Ubisoft 的游戏，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练等刷装解副本然后干这些更好的道具，那这款游戏应该会符合你的喜爱。同时如果你喜欢一点模拟性质，就是可能你会享受开着船然后横越这个大海，在暴风雨之中看到风狗浪，看到其他的船，然后看到你的船员们在唱歌等等，如果你喜欢这些游戏内容的话，这款游戏其实很意外的也其实可以带给你许多的满足。它在游戏中点和点之间虽然是有快速传送的功能，但是你要先去开图，而且这也不是强制的，如果你就是喜欢慢慢的开船过去享受这种大航海时代在海上航行的这一种体验的话，这款游戏的画面声音等等的真的都可以给你很不错的这种模拟体验。所以呢，简单来说，我认为这款游戏大家可以不需要用购买的方式，最好是透过 Ubisoft Premium 这种订阅的方式来游玩。同时呢，你要知道你自己想要玩的是什么样类型的游戏，它是一款 Ubisoft 游戏，它是一款类似全境封锁这样子的游戏，它绝对不是一款大家心目中像盗贼之海那样子的一个海盗抢劫 PVP 的游戏。 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也感谢 Ubisoft 的赞助，我是小 J， 我们下次再见咯。Let's go.